那好，我要让你做的事情，就是继续留在这里，做一个称职的奴隶。老爷，这是老爷爷留下来让我帮忙照顾的，说让他陪着你跟我。所以之前的那一切，都是你故意安排的。努力经人间的疾苦。 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义？行，我会做一个称职的奴隶，但我不会一辈子待在这儿。之前我父亲为了人族的自由而战，如今他死了，他的心愿我来帮他完成。好样的！ 这是什么？我送你的见面礼，混沌之火。混沌之火。混沌之……老爷爷，白菜，白菜，你醒了。 这件事跟你们俩没关系，白菜那份我来挖就行了。陆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一个人挖两个人的量肯定很难，咱们三个人挖四个人的量就没那么难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是一起来的，相互照应是应该的。白菜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更何况我们三个是好兄弟嘛，这就叫肝胆相照。<笑>不是三个。 是四个。哎，白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都不知道你们几个为了我这么辛苦。<笑>我也要干活。不行，你还是先好好休息，这些活交给我们来干就行了。我虽然没有力气挖血石，但我可以帮你们找。啊？找？ 就是这里，挖吧。这是什么能力啊？摸一摸就知道血石在哪。我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啊？信我的，肯定没错。这么肯定，看着没什么不同啊。哎，莫非你父母也是奴隶，有祖传技能？ 我们昨天深夜才到，怎么能跟他们比呢？可是他们哥哥怎么都完成了？别愣着，接着吃。
你就是故意刁难我们。是又怎么样？怪就怪了，你们交错了朋友。来，吃。我说了不准吃。我可以不吃，但他们必须吃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哼，我是这儿的百夫长，我说不准吃，就不准吃。什么百夫长？你以为你当个奴隶头子就跟我们不一样了？在神族的眼里，你跟我，跟这里的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区别，都是条奴隶狗。再说一遍，我说，你就是条奴隶狗，欺下媚上，摇尾乞怜。这口才完全不像一个脑袋受过伤的人。打他！哎呦，这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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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狗哥，骨头还硬硬。白副长，白副长，蔡大人，就是你们跟傻子计较。别吃这条奴隶狗！你还嘴硬！我别碰！打他！白副长，白副长，您打都打了，消消气吧。我跟您保证，这家伙以后不会再犯浑。您饶恕他吧。阿狗，你会两肋白菜的。再有下次，弄死！走。没事吧？干什么呀？要活去！白菜，没事吧？